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月七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欢迎什么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民进党苏清昌今日强调，讲民众拿准 AZ 疫苗有记录，伊甘愿做大生。国内疫苗厂拿准大量生产，到年底应该有一亿两千万吨疫苗。苗栗县长徐耀昌今日宣布，讲停止昆吾抗台场的试验计划，自救会表示讲会继续拍官司，爱抗台场全部退出。缅甸军方发生政变，高达已经过外国啊，甚至有影片摄到军政府残军对台手无寸铁的民众，国际社会也开始要解制裁。讲到头一批 A Z 疫苗已经到台湾啊，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强调讲，民众若对疫苗有疑虑，伊甘愿注大声。卫福部长陈时中也讲，目前正在筹备国内疫苗厂，日后若准大量生产，到年底数量应该有一亿两千万吨疫苗，唔那会当予咱台湾家己使用，也过当卖予别人。疫苗不足，我不抢，没人敢打，我先打。我们都看到现在，国人同胞都有踊跃打疫苗的状况。第一批 A D 新冠疫苗疫苗登记来台，行政院长苏贞昌找个去立法院避申请，接受访问再次表示，那国民政府疑虑疫苗异常投资，要么呼吁各界按照指挥中心的迅速注射。另外，第二批疫苗来台时间，卫福部长陈时中无讲，要么伊表示，有国内疫苗手达到位三零，会当达到两千万剂有计，七月会当量产，年底可能有1.2亿剂，唔那家己用，也个会当挂销。我看你标出来的时间是七月份。国产疫苗应该可以取得授权上市，这个时程有几分把握？应该有80%以上。国内供应无虞，它才能办出口嘛。对。另外，陈时中也指出，国务院正在筹备建立疫苗立场，来应应未来疫情状况，增进境外疫苗，加紧临床试验进度，预计三年来完成各界关注属于防备组织的国军什么时阵做疫苗。陈时中讲，国军迅速无办遐尔早，国防部也回应，一切按照中央规划迅速。在 CDC 已经排定的接种的优先顺序嘛，那我们未来就是所有的就是接种规划的话。我们对官兵是鼓励跟宣导，希望能够他们都能施打。刘德平表示，只要有疫苗，就会鼓励官兵组来确保国军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最近热扑扑的话题，也就是海草岛的公道人数，到达已经超过500,000啦。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进前捌讲过，讲若准公道通过，用来发电的土炭使用量会变多。即个会议也引起台中市长罗秀燕的不满，要安怎让用电无问题，而且会当解决到海草岛公道呢？进入风声讲要推出反制公道。海草岛公道人数的数量真紧超过500,000。因为有侪侪少年人到鼓吹，加上网络顶的声量嘛大，海草搭公道议题是真热，嘛让中央感觉压力未少。经济部长王美花讲，若是公道有通过，恐惊会增加中部烧土炭的用量。海草搭的议题牵连到台中火力发电厂，台中市长罗秀燕批评讲，政府无应该讲话带威胁。今天中央不应该为了解决早教的问题来威胁台中人，我觉得这是非常失德失格的话啊，不应该这样子制造区域人民感情的冲突。绝对不是威胁哈，没有办法供气的这个电力呢会高达137亿度嘛哈，那你这个电力没有的话，那一定要有别的地方来替代，那别的地方来替代的话，那就会增加这个燃煤的供应。王美花讲，第三天然气接收站那无法度如期供应，北部恐惊会出现欠电的问题。在希望稳定供电的前提之下，要安怎处理海草搭公道的问题？传出民进党内部当地的评估，未阁消极来应应，会推出反制公道，嘛派宽团出身的立委洪新汉出来沟通。这个其实并不是突然间什么高层指派或谁指派我要去沟通，不一定一定是非得只能找潘老师，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受瞩目的公众议题。现在我们的公投成了他们要用自己提一个来反制哈，这个有一点好像是在激起对立或者是什么，我实在是觉得非常不恰当的一个政府机关的作为，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了。去年12月份，海草搭公道都已经启动，不过希望用来沟通的听证会，一直到3月份还未正式召开。供电甲空气污染，还佫有影响生态的问题，中央甲地方民意互相拼场拼到呾，敢若还未找到平衡的点。记者综合报道。
那是海草搭往来最近也是唱呱呱。中国暂停进口台湾往来，不过伫今仔日伫屏东有无一箱装30吨的往来被销对香港去。无一箱表示讲，长期以来拢甲香港合作，后礼拜会阁再出30吨。照过去的经验，台湾检疫合格了后，拢上拢会当顺利进口。不过因也是唔敢半保证讲，未来别有其他的因素来影响。甲往来顶关的营养清鲜嘞，嘛伫往来下底中央放一挂酒精，预防蛇膏，才会当装箱。这些往来拢是要消去香港当地超市顶顶的所在。这是中国宣布暂缓进口台湾往来了后，头一批外销去香港的冰冻往来。在于我们台湾这边出口来讲的话，我们自己贸易商会针对于说特定农民，或者是说我们的农民采收农作物特别要求，我们以现在现阶段大家听到这个种部分。会特别的去注意去清洗这样子。业者讲，头一批销去香港的往来有30吨，后礼拜同款嘛会销去香港同款的量，因为香港检疫法规甲中国无同款，目前拢是香港的业者有需求，做完了后才会出货。不过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当地渔农主任何理事表示，那是食物的回归发现有病虫害，就拒绝入境。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回归到我们农粮单位的，我们的农粮署啊，或者是说我们的看我们这个立委是怎么争取的、啊。我们也怕现在因为大家一窝蜂就是说现在刚好是热潮要抢着去外销。那因为其实在屏东这个我们屏东南部的地区，凤梨真正的大产季可能还到三月中底后到四月初，那个产季才真正会开始。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不过各界拢斗三工来扩展其他海外的市场。有澳洲的台商买两吨的往来要到未去布里斯本甲墨尔本，而且无少成本要用空运的方式载过。在澳洲一公斤卖差不多15块澳洲的钱，等于是台票300块左右。习惯了，如果海运第一次用海运的话，那个风险会升高。用空运的话，很快就到嘛。还有检验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这个可能不会失败了。也有台商安装在台湾投资冷链的设备，大家拢认同讲，无应该想过挖靠中国市场。目前海外市场上界大的采购国家可能是日本，因为一年的销量已经为去年2000吨增加到要5000吨。不过农粮署嘛烦恼讲，这段时间大家抢在买往来还未大出，就已经开始起价。以初五国内市场批发的价钱来看，一公斤已经起到31块，因为安尼农民大量采收，等到可能会影响到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劳保局经过评估，劳保在2026年可能会破产。行政院政务委员林万益昨日证实讲，劳保面对破产的时间是真紧急的。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算是出面来发声，强调讲政府未倒，劳保也绝对未倒。我讲过，政府若无倒，劳保绝对未倒。而我们也看到政府努力经营，有各方面的获益。向民众信心化为，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民众唔通烦恼劳保破产，因为政府委员林万益初时声称，劳保破产时间确实真迫，因为劳保财务每3年精算一摆，顶一摆精算报告伫2018年底出来，指出劳保50年无提准，减总负债已经增加到9.11条，破产年限将会由2015年精算到2027年提前到2026年。劳保局上新统计数字也显示，到去年底，劳保保费的收入和给付差距了不起487亿。从类似劳工保险的改革，在各国都是如此，因为以前很多的一些抗争呐、啊、可是就看主政者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当。有报告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以限制都不改革情况之下，我们每年累积的潜藏债务是5000亿啊，现在整个潜藏债务已经是10兆了。学者强调，政府保证劳保未倒，但过改革却无具体行动。就算政府当年拨200亿，也只是一点啊。劳团是直接讲，劳保的抗衡哪哪哪大改革未当个拖。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南部在缺水，那当水不够的时候，那出去的水大概就要减压供水嘛。那大概事实上在社会保险或者是劳保的这个财务的结构，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劳团呼吁。调查应该量早大声共识，推动改革。劳工朋友也应该理性面对，因为无同世代劳工在这个制度中，拢有无同的权利甲义务。要安怎让制度永续，让大家拢领会到，才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
蹲榜的议题，大家也拢真关心。内政部发布上新的资料当中，发现讲全台湾有四间厝以上的人，一般民众甲地基交易的比例无讲介悬，颠倒是非不动产甲营建业的法人，平均每一个拢有要到27间的厝。最近几年，国内蹲房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内政部透过主体所有权登记资料库进行大数据分析，结果发现，2020年底，全国有555.79万户自然人有主体，其中8.09万人有四房以上，占1.46%。另外，法人部分全国有11.24万的法人有主体，其中1.34万法人有四房以上，高比达到11.96%。自然人拥有多宅的人，其实这个比例并不算高了。但法人拥有住宅的宅数的比例很高，这个囤房的现象比自然人明显的多了。内政部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个多房发展持有方甲以非不动产甲营建业有多房的发展，平均持有20多户相关。这甲金融服务业甲保险业持有较侪主体有关系。另外，去年第四季数据也看到，即个非不动产甲营建业的发展，持有一年来的出售主体的比例达到54.51%，自然人9.74%，显示发展主体短期买卖行为增加。法人的资金也比较庞大，法人所谓用人头的方式去持有的情况下也有这个可能，所以在这情况下，法人就更容易让法人有这个诱因去做所谓囤房。这法人的囤房更严重的话，其实更要防治法人这个囤房的诱因。学者表示，即马自然人的房地合一税率相关来到45%，甲法人的20%比，更加较会形成差房避税。过来，目前房屋税的持有成本较低，也是更加鼓励法人持有房屋做资产。所以，除了现阶段银行对贷款成数设限，政府对法人也是自然人，伫囤房税也拢爱规范，以符合居住正义。记者综合报道。对外放风声，讲要加做台湾特斯拉的孙兴公司，却是无用正当的手段，把公司4.8亿资金全部吃了了。对董事长到公司的高层一关12人去互检调约谈，落尾董事长新伟含一位董事去风声啊觐见，其他10人会当交保。今天你有投空公司吗？没有，我主动配合调查。OK， 我相信会还我清白，是吧？啊，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所赚的钱全部在回到公司的。好，谢谢。方景基控捍卫伊家己的清白，讲要打造台湾版特斯拉的孙兴公司董事长新伟，涉嫌影响公司4.8亿的资产，先后去予检方请押进监。洪玉潭的还佫有伊的牵手。为董事长到公司的高层拢总12个人，其中新伟甲姓陈的董事长姓阿金杰，剩的10个人是以10万至150万交保。检调发现讲，新伟涉嫌在2015年利用去予智慧财产局驳回的 GPS 专利技术，做假入股香港的子公司，无付任何的现金，都摕到子公司超过一半的股权。了后，小连锁转移孙兴公司重要的研发成果，还佫有资产，透过无正常交易的方式，造成孙兴公司4.8亿的损失。不过，孙兴公司嘛发声明讲，依法配合调查，强调公司佮子公司的业务佮财务营运拢正常。孙兴公司打造的电动汽车，到今还无看到实体。传出新伟伫中国量产的头一批，是台湾有管制的中国制造电动车，是袂当进口入来台湾卖。而且电动车本身价钱就高，在台湾无市场才会亏损。另外，学者嘛讲到国产的电动车，未经发酵销售，可能会面临到困境。电芯的部分呢，我们要是拿出来跟全球的电芯厂去做一个 PK 的话，那目前在性价比，它并不是达到最好的这个层次。那这样的话，就会在整个电动车的造价上跟性能上，那就稍微受到一些影响。学者讲，政府的补助有限，投资者太多保守，研发电动车的公司敢来当一直烧钱，但开始卖了后，可能因为价钱高、便利性无够等等的因素，技术成立真歹，而且嘛无国家的支持，这些原因，让本土要研发电动车的过程拄到未少困难。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苗栗造桥乡民本马县政府核准昆吾事业废弃物扛大场次营运，防路表达抗议，到达已经60公路。苗栗县长徐耀昌今仔宣布讲，停止昆吾公司次营运计划。自救会的民众表示讲，抗争的现场会撤后到正式公文落来了后，才赶紧来撤离。不过行政的官司会继续进行，希望会当把这个扛大场全部废除。我们依现况，因此予以终止事业运。苗栗县长徐耀昌开记者会，亲身宣布停止昆吾燕麦场试营运许可。消息传回当地，民众拢真欢喜，不过抗争现场又还唔敢放任，要等到收到正式公文才会撤离。公文没有下来，不一定。我们这边如果松懈了，怕不一定他还会再进来啊。昆吾公司在竹叶乡荣兴村县以及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苗栗县府去年底核准试营运90天，不过地方居民强烈反弹，封路围场，到即马60天。前县长刘正宏也继续声援，对县府停止试营运的许可表示肯定。能够有做明智的一个决定，让苗栗有留着这么一块净土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真的也是感谢。徐县长以及县府的这些工作伙伴，虽然停止试营运，但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设置许可依然有效。苗栗县环保局表示，未来昆吾若是搁申请试营运，自救会认为县府若无废止许可，问题无法度得到彻底解决。包括土地的变更，还有这个环评的，它规避环评的问题等等，有很多瑕疵，还有。因为它这个设施已经20年前做的，不符合现代的规定等等，所以乡亲很多疑虑，包括两任县长，他认为这个有很多疑虑啊，所以不给他允许。所以自救会这边努力的方向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要把它废掉。自救会长陈清新表示，掩埋场附近龙兴河河水是周围农田的灌溉用水，掩埋场无铁污染的疑虑对永远存在。所以行政诉讼会继续进行，希望能废止掩埋场的设置许可，加兴办事业计划。昆吾公司加暗示结果拢无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在咧顶个月23，台铁的海端车头发生工程安全意外，今仔日因甲死者举办告别式，毋过家属却伫咧现场求布条啊表达抗议。这个台铁的代理局长伊是答应讲会查明真相，改善基层员工的工作环境。那一天是我多么煎熬。公家强要哭出渐干，无想到讲代替一场公家意外，造成翁阿婆天人永隔，一家伙啊团圆的天伦万岁。就因为一个公安意外，我没有了丈夫，我的孩子没有了爸爸，我的婆婆没有了儿子。意外真突然，一家伙仔失去依靠，因刚顺一个姓潘的督办班长，最后办告别式。李南正家属伫咧现场采白布条抗议，向台铁局表达不满。我们要的是事实的真相，绝不容许无中生有，绝不容许杜撰于谎言。要求查清楚代志真相，提悬督办的工作安全。代替代理局长再去到场致意时阵，李南正家属跪伫土下送定情书，话讲要真相，不爱欺骗，那是清清菜菜个案，无排除串联案件的受害者，抗争到底。代理局长答应讲会做完整的调查，将有呼诉。我们铁路局还是会全力来协助。那上次来他们所提的几个疑点、几个诉求，那我们也会在铁路局的调查报告里面会去陈述。最后的结果出来，那也会还给家属一个真相。代志发生伫咧顶个月23，代理干部单三位督办的工人伫咧做地基啊楼梯瓦工程，和电力维修车撞到，造成两死一伤的悲剧。昨嘛是判例督办班长不幸过身，伊的灵车是经过伊逐天上班爱经过路，由督办的同事护送，行最后一段路。记者综合报道。
在咧今年年初，伫南投中寮有两只石虎走入去人的鸡条共偷食鸡，煞去被抓到。南投卫生中心经过检查了后，把这两只石虎也放，煞阁走返去鸡条共作乱。卫生中心表示讲，会协助农民把这个鸡条补强，那准石虎阁再来，日后的警别位啊也放。人内底这只公的石虎，因为去鸡舍食鸡被抓到，确认健康了后，伫一月底也放。由农委会主委陈吉忠亲身开笼啊，暗过门开啊，伊无动作。伊伫等到只的碳啊刷走，伊才探头出来，一粒肉就消失伫个镜头头前。不过这只石虎煞伫一礼拜了后，阁闯入鸡舍，住伫南投中寮永平村饲鸡甲饲鹅的农民吴明正，也拄过同款的情形。伊讲伊无白踢石虎，不过鸡互伊食去也唔甘，开数十万块补强饲鸡场。即个只食一只尔嘛，对无吼？啊，未讲像个狗仔去，只把咧规片吞了了安尼啦。平常时讲，迄鸡啊，中间咱饲到食偌只，去食咱嘛足唔甘啊。有时讲，哦，迄本啊，放一只回去落单啦。都怕石虎不时接近，增加甲人之间的冲突。农委会特生中心会协助农民找到鸡舍漏洞补强，避免石虎过来。很现实面就是，不是每一个鸡舍都这么友善。当一只石虎它很喜欢去吃鸡的时候，它可能到别的鸡舍，那鸡舍主人被偷吃，可能很生气就放毒饵，那石虎可能就被毒死了。被抓到的石虎常常会挂发报器也放，卫生中心表示一般拢会放返因原来熟悉的环境，不过亲像这只被叫做露露的母的石虎，会常常进入鸡舍，造成鸡场的困扰，对阵定时脱出个体，会刷所在也放，让伊到新的所在重新适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意大利测试表示讲，已经组织超过25,000剂 A Z 疫苗送对澳洲去。这是根据着欧盟的疫苗监督计划实行头一道出口禁令。澳洲也表示讲，未影响到因主疫苗计划。不过，因为有关的要求，欧盟执委会来审查意大利的决定。澳门27个新冠疫苗注射计划进度拖延，药厂阿斯特捷利康紧急表示，因为生产问题，提供予澳门的 A 剂疫苗数量可能只会当达到协议的10%，引起澳门的不满。相关国意大利测试头一摆动用澳门疫苗出口管制令，禁止25,000剂 A 剂疫苗出口到澳洲。In Italy, people are dying at the rate of 300 a day, and so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The high level of anxiety that would exist in Italy and in many countries across Europe. They are in an unbridled crisis situation. That is not the situation in Australia.澳洲国内目前大约有30,000剂 A D 疫苗。总理莫里森表示，澳洲有完有能力确保疫苗供应量。强调疫苗注射计划未安尼受影响，也毋过澳洲有完要求欧盟执委会审议意大利禁止疫苗出口的决定。Australia.Has raised the issue with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and in particular, we have ask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review this decision. 另外一方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甲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这是共同出现耶路撒冷宣布三国将建立共同研究甲发展资金，联手研发生产后一代新冠疫苗对抗新的。变种病毒疫变疫情继续恶化，在这个同时，德国生技公司 CureVac 研发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的效果真好，有希望在6月得到欧盟批准就市。研究结果发现，这款疫苗会当有效对抗英国甲南非出现的变种病毒。各国贫富差距，致使疫苗分配不平均，拖慢注射进度。无国界医生组织测试导致欧细胞组织日内瓦总部前清关，呼吁解除疫苗专利权的相关限制，让各国会当自行生产疫苗，使疫苗计效较合理。也毋过有学者认为，安尼颠倒后，研发疫苗的企业失去投资的动力，所以需要谨慎的看待。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缅甸军方发动政变，高达已经过外国啊，甚至有影片摄到军政府斩人对台、手无寸铁民众。国际社会界内谴责声音也是愈来愈大。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要求缅甸军政府就要随停止镇压，也要把翁山苏姬以及着示威群众放出来。另外，英国首相强森也发表声明，加以谴责。驻联合国代表也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讲到美国的部分，除了要实行制裁以外，因也呼吁中国就要到约束缅甸的军政府。缅甸当地时间七时，军方继续派镇暴部队以喷水车、加催泪弹、加武器，想要赶走示威者。外电报道指出，因为七三的镇暴，造成数十名抗议群众被拍死。缅甸军警七时行动看起来小可暂暂。不过，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多伫现场的人拍到的粗残的镇压卫兵，伫国防路平台顶端被曝出来。其中一段影片显看到军警将被拍摄民众遗体搬到其他所在程度走路，对镇压造成的大批民众死伤，加19名记者在内1700人被抓。英国除了由首相强生发表声明谴责暴力，呼吁释放翁山苏姬等人，英国政府也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开紧急会议。美国在推出新的制裁措施的同时，对甲缅甸军方关系真好的中国使用非常和平的武器，呼吁中方加入国际。We would like to see responsible actors and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Chinese, continue to condemn this, forcefully, and to use appropriate policy responses to hold to account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在北京当局意向无愿去谴责军政府，缅甸所属的东南亚国协也只要求军方要站站。英国的《金融时报》指出，当下有无干涉内政的共识，所以缅甸台区的各国应提出有效对策。在曼谷联合国代表处外口哀悼时，但这缅甸侨民自然也看无泰国政府有任何回应。公司新闻徐佳仁编译。伫咧纽西兰海峡，七五发生几落届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上届严重的有到8级。迄当时，因的政府也随发布大海上警报，真侪人是赶紧冲出去。伫咧车路顶头也出现塌车的情形。纽西兰海啸警报降级，之前收到撤离通知，要紧走去山区的居民，即卖已经会当返去厝里。不过当局还是建议，所有海墘啊附近的地区威胁还是存在，大家应该避免去遐。When it is long or strong, get gone。纽西兰北岛外海发生连续强烈地震，民众听到警报声，拢赶紧冲出去外口，车路嘛大塞车。We've been living here in 10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ever seen all ferries, all boats.Leave the Inner Bay of Islands car parks full.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houses. 因为地震发生的地点较压贴，无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设施歹去。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显示，这届地震有上大的一届是伫新西兰海岸差不多1000公里的克马德群岛外海，规模是 8.1， 深度是19.4公里。A magnitude 8 is very uncommon. It's also shallow.A magnitude 8 produces a rupture plane inside the Earth, extending a couple of hundred kilometers laterally and up to almost 100 kilometers. Produces a tsunami in New Zealand of some scale a couple of hours later. Even a small one detectable on the Queensland coast at 3 or 4 hours. We expect these earthquakes.To occur. 在这之前，几啊届地震内底有两届规模超过7，是克马德群岛外海规模7.4，甲北岛外海规模7.3。迄当阵，南太平洋、新克里多尼亚群岛，还佮有万纳度拢发出警告。海墘啊，恐惊会有三公尺高的海涌。南美部分地区，包括秘鲁、厄瓜多、智利，拢发出警告，讲会看到一公尺高的涌。总部伫夏威夷的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已经看到海啸的涌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春夏秋冬一天过一天，你心肝头上最思念的是什么人？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到达已经10年了，这场灾难造成18000人失踪，无就是失亡，逝世者拢是家属心目中永远的痛。伫检察官有一座电话亭，有真侪人去遐，对一台永远卡袂通的电话讲心内事，讲的是要讲予过往的亲人听。
白色的电话亭内底放着普通甲乌色的电话，真侪人若是有闲，拢会来遮用电话，较好第三日过身的亲友开讲讲心事。今年的三月十一是日本三一一地震满十年的追悼日子，因为地震引发海啸，和超过18,000人死亡失踪。检察官的大垂庭，当地南三陆的海边，在海啸之当前，因为当地关系师傅为了感情过身的亲人，设置了一个风之电话亭，或家属会当接到无线的电话，互风带走对过身亲戚的思念，而且找到倾诉和安慰心情的方式。在三一一发生地震灾情了后，才嘛加做在地民众思念过身亲友的所在。自分のが大事にします、ね、ありがとう。本当に私の幸せ、あの喜びは人の絵のさせてもらう喜びだ、うん、出会いに感謝だよ、それを知られた、うん、ありがとう。唔啦，有人思念过身的家后，佮阿妈带着要读高中的孙，来遮佮过身的老伴阿公讲话，真侪人拢感觉会当真实听到过身亲人的声音。もしもし、じいちゃん、さっきおばあちゃんが言ったように、もう10年だよ。来年からはもう僕も中学生になるからね。ではもう中学2年生で次中学3年生ってことで受験だよ。离三义地震到即马，公马县的富冈市因为部分区域距离核电厂只有10公里，即马依然有12%的地区保持封锁，无法度大，所以规个市区只有一成，差不多1,600名居民搬倒来住。另外，过去清除辐射污染土的乌色塑胶袋啊，嘛搁堆伫路边，呼吁居民唔忙赶紧解决这污染土，才会当好搁较侪民众倒来住。公司新闻，但是同朋友。中国军机直接扰乱咱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今表示讲，会把扰乱台湾的资讯放伫官方网站加 Twitter 顶头，让国际社会了解讲，拢是中国伫咧破坏区域和平。美国印太司令也表示讲，中共若准继续扰乱台湾，认为拜登政府就要推动重大军事案和台湾，来确保台湾有防卫能力。中机今年一直吊台，驾驶甲机型拢比以前增加。民进党立委王美惠表示，中共欺负台湾人真过分，问是不是有相关的情形。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国军准备充足，未予中国开门大户。国防部副部长张铁平表示，会将中机吊台中英文资讯放去官方网站甲推特，予国际友好知影中共破坏现状甲区域和平。那这也是我们认为说，在认知战啊，这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有大的注意。也提高了我们整体国民的一个敌情意识，那也让国外有人了解啊所有中共的一些祈祷的情况，然后对他们产生一些负面的一些批评。台海局势紧张，美国印太司令戴维森搁在研讨会指出，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台湾加召回军事领域空中行动增加，甚至侵入台湾防空设备区，对未来六年深感关切，因为拜登政府应该对台湾推动重大军售，增加台湾防卫能力。And I would say, you know, for the greater U.S. government, that consistent arms sales to Taiwan to help in this deterrence strategy is critically important.戴维森阁表示，有注意到中国禁止台湾往来进口，因为中国常在区域中使用威胁打压手段。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奥斯汀就伫报告中表示，将中国列为首要步步进逼的挑战，尤其中国一直增加军事动作。中国政府七日公布预算草案报告，国防部预算金额是人民币1,553亿，差不多新台币5.8兆，比去年成长6.8%，超过台湾15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人大会议今仔日早起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针对着香港、澳门的坚守一国两制，也特别强调讲，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审查机制。那讲到香港47位民主派人士因为涉嫌国安法去被抓起来，虽然法院宣判这15人停获保释，不过律政司不服提出复核，说让这15人继续受押。根据到上新的消息通知，这15人当中有4人已经得到保释啊，不过袂当搁再违反国安法的行为甲言论，也袂当离开香港。真侪香港民众在法院外口喊口号，使用手机啊照光被告。香港警方也举啊警告，因为香港47位把参加民主派初选的人，经过连续4天审讯了后，原本15个核准保释，律政司不服提出复核，继续受押，予在法院外口等待经过的家属是袂当接受。
can only see him through a really tiny television, like a fingertips head. I think that's very unfair, no matter for the defendants or for their family. I think it's really unfair.被告登去受押所，有人就请向镜头比赞。对这摆审判，中国民运人士王丹伫面前谴责香港，对47人微信审判是彻底摧毁香港相关声明已经写好，要转交予美国国会白宫国安会加国务院的负责人士，佮后有抵制动物。为落实爱港者治港，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新伫会中说明，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草案会建立审查机制，已经延迟一年的立法会选举将可。可能会阁延迟一年。散会时阵，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香港前特首的董建华向向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马上向前慰问，加入两会小插曲。对两岸政策，李克强明确搁提一中原则甲反台独。刘伟辉强调，台湾民意长期主张维持现状，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甲台湾民主自由，搁一摆向中国发挥，以沟通化解分歧，保障两岸人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立法院审查监察院人事案的时阵，纳得立委是起脚动手，过程当中，民进党立委范云指控国民党立委陈雪生甲伊脚来手来，范云也用台北市社会局提出性骚扰申诉，目前这个案件是确定成立的。陈雪生表示讲，一切会依照法律规定来办理，不过也会对范云提出告诉。所有的陈雪生们，请好好的反省。请了解什么叫做性骚扰。直接点名国民党立委陈雪生应该爱反省，民进党立委范云又完全生气，拢是因为去年七月立法院审查刚才已经说完，那了立委在议场外爆发肢体冲突，议场内也分别拍地主席台，当时陈雪生都徛在穿红衫的范云后边，消息中范云指控陈雪生以巴肚弄伊脚只拍三摆，当下要表达不满，不过陈雪生表示用巴肚也别无心，后范云决定提出民事告诉甲。性骚扰申诉经过北市社会局七个月调查性骚扰事件成立，收到这个结果，我感到至少有一些欣慰，因为在过程中我被非常多人攻击，包含他的办公室主任要我照照镜子，如果他愿意道歉的话，我们愿意考虑撤销，但他也不愿意道歉，他认为他整件事件都没有错。对性骚扰案件成立，陈雪生强调，一切拢依法办理，家己也会对范云提出加重诽谤告诉。你们想想看嘛，我对范云已经提出告诉了啦，加重诽谤的形式告诉。北市社会局表示，那家海方对结果无异议，将以性骚扰防治法第20条处10万以上10万以下罚款。法律或者是这个性骚扰的相关的专家学者做一个完整调查之后，会提到大会里面去做报告，然后是采这个共识决议去裁定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如果说性骚扰成立的状况之下，它在相关的规定里面，它的罚则是10000到100000，依情节。一旦当事人不服，直接到行政处分处后30天内，会当阁向上级机关为福报提出诉愿。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法官法搁再两党就要施行了，民间的监督联盟也伫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因根据着日本推动裁判官制度的经验，日本民众参与审判意愿是逐年拢伫咧降低，为着要避免同款情形发生伫咧台湾，因就专工成立一个国民法官法资讯平台，要让候选的国民法官通好有资料来做参考。国民法官法2023年就要实施，司法院即阵啊伫各地拢咧无期开庭，但是民间监督联盟提出日本的资料，就因推动候选裁判员的制度，发现人民参与审判意愿是愈来愈低，从2009年到2018年，尸体比率对53.1%升悬到67%，出色的比率嘛对83.9%降低到60%，就惊讲。台湾参照日本的模式，未来也会遇到这款的状况。那原因可能良多了，也不只是说因为不了解，反正都是三个职业法官操控主导，会不会是这样？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个工作上不方便，有需要调查？民间监督联盟嘛，就日本裁判员 Net 网页成立。台湾版本的国民法官法资讯平台，希望会使整合甲国民法官法有关的资讯，方便民间查询。
另外，对即马国民法官无记的部分，伊嘛希望政府通公布影像，予候选的国民法官来参考。某个法官一下子跟你讲说我们不公开，一下子讲说你来申请，要让你去看能不能看，这个资讯本身就做得非常的不公开。这些录影的内容里面，当然画面里面会有这些参与模拟审判的国民法官。那当然就会牵扯到所谓各自的问题，因为都是模拟审判，所以有一些可能还在我们讲所谓的事情错误，那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研究。苏焕仪说，未来的国民法官敢真正会因为看过这些影片就会更加清楚法院的流程，可能更要立即思考。记者丁阿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身心障碍者也是有想要做人父母养饲后一代需求。身心障碍联盟特别制作身心障碍者怀胎手册，提供予因伫咧有生期间爱注意啥物，要安怎找找资源，也是国内头一本以身障者做主体小解怀胎咨询的手册。听障者伫咧生囝做老母了后，照顾囡仔的时阵，会拄到听无囡仔咧哭，无法度随去照顾的困扰。还佫有视障者，因为看无，有声的时阵，无法度分清楚是水皮流出来，或者是出血，甚至要去做检测嘛，真无方便，互因感觉真困扰。听障妈妈他们常常会假设知道说，孩子哭了我听不到怎么办？那谁能支援我？对我们来讲很困难的部分是那个验孕棒的使用，因为一开始怀孕的时候我们不太确定，然后去使用验孕棒，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但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为了替身障妈妈化解烦恼的心情，身心障碍联盟出版身心障碍者有新的手册，对视觉、听觉、心智，还有行动不便等等有新的身障者，提供详细注意事项。手册内底真清楚写讲，身障者有新了后，爱做什么准备，爱安怎寻求资源。就是希望说，让更多有志成家跟怀孕的身心障碍者，能更了解我国家的资源在哪里，他可以做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怀孕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是需要周围所有的人一起去做支援。它是一本非常完整，我相信一定可以来给我们的身心障碍者朋友们能够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跟协助。联盟强调讲，台湾18岁以上的身障者超过70%有生囡仔。出版手册敢那是一个开始，今年嘛计划编制身心障碍者幼儿手册，希望这手册会当予准备要有身，或者是已经有身的身障者，予因有搁较侪信心甲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女性有伟大无？女性真伟大，每一个人是妈妈生。今年妇女节的主题是选择挑战，有外国媒体伫无同款的国家采访几落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咱做伙来看因女性的坚强。华尼阿迪以作家、诗人佮创作型歌手的身份，伫咧马来西亚的艺文圈是真活跃。这个阿迪一直到17岁拢无来月经，叫医生看了后才知影讲伊无子宫，不过受到宗教佮文化的影响。阿弟拍摄甲外人讲伊的问题，更加是唔敢去予医生看。伊的青春岁月就安尼孤单搁操烦，一天过一天。一直到伊加入美国一个山顶苗勒馆发育不全的团体，才予伊拍开封闭的心，决定面对这个罕见的疾病。The U.S. support group really gave me the confidence, really gave me purpose, really inspired me to do something about my community and my country.在印度德里上大间的公立病院麻醉科的莫雅医生，厝内4岁到9岁的囡仔拢是自闭儿，伊两个某两个人拢在病院上班，平常时也分工合作照顾囡仔。去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阵，病院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莫雅医生无闲到无时间通顾囡仔。防疫封城的措施，佮予囡仔特殊教育的课程全部拢中断。伊若去上班，这两个囡仔就伫窗仔门边哭架。Restless, uncomfortable, crying all the time.And waiting for me, and sitting at the window, sitting all the time at the window, and waiting for me. The mom, when my mother is coming, and sometimes very in confused status, not eating well.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台主持人克莱拉安佛真欢喜伫个镜头头前，但是佚佗咪制作商美泰尔。在国际妇女节进行，推出迷你版的克莱拉安佛芭比红啊。去年5月份，美国明尼苏达州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了后，安佛在节目发表演说，而且在节目内底推动黑人的名嘛是名反种族歧视的运动。I'm aware that I've got an audience, and
yeah, there is a responsibility that comes with that. And I think we are in a time now where I personally feel, you know, the moment of sort of feigning ignorance about inequalities.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高台甲清台逐年拢会举办媒体赛，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停办，今年有恢复啊。不过即届比赛有真侪项争议，目前是有十项比赛剩两项尔尔，而且清台老师拢无人出席今仔日的开幕典礼。选手尽全力，在比赛中拼输赢，这是过去媒体赛精彩比赛画面。啊，不过今年因为两边对比赛内容有真侪争议，我都有共识。原本有十项正式的比赛项目，可能敢若剩两项。今年发生的这个事情，中间有很多的协商啊，那希望能够透过彼此间沟通，能够达到我们大家希望达到的效果啊，不过也回到现实世界，就不可能样样都能够达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只要能够存在，我们奏会能够做，我们就会做。对，那目前还在进行沟通，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对，那比赛项目受到影响，就连今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清华大学这边也无任何司长代表学校来到现场。清华大学在事后发声明表示，这届比赛棒球项目的时间，甲全国大专院校棒球比赛时间相等差，无多参加。另外，澳门球项目对方有两位选手，不代表其他学校出赛。清华大学毛利率。根据媒足办法的规定，就是我们之前有签合约，签的那个合约是说，只要在交大注册的在学学生就符合资格，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想，所以才就是登记上说，他可以就是出赛。这恐怕是媒体赛历史上头一遍，有一边的学校司长无参加开幕典礼，包括阳明大学参交通大学合作会了后，头一摆参加的媒体赛特别受到外界注目。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在咧高雄基地的中兴市场已经有35年历史，原地二楼的里面活动中心真罕得使用。经过市政府重新招商了后，旧年改征收做450平，予老大人使用的日照中心。现场照顾员带领遮的阿公阿妈做伙活动，来到这间日照中心的老大人，拢是失德失能的长辈，因会当逐天来遮上课，甲人互动。目前大概是45位长辈，那大概是失智的长辈居多啦。那来到场域里面，其实我们强调来到遮都是生活，这是无同款。喊出来，这波赶快来先挖你啊！所以空间的舒适是一回事啊，在这边会有不一样的认知训练、肢体活化。在基顶65岁以上的老大人至少5000人，这是基顶第一间的日照中心，450平的空间，开阔佮舒适。其实进前这是地方里面的活动中心，一楼目前是市场。75年起好以后吼，使用非常的，迄个比例上非常的低啦吼，伊本来做里面活动中心比例上足低啦吼，啊到97年，阮接过来以后，阮陆陆续续咧做招商的动作，但是效果非常的歹啦吼，啊到108年吼，所以这条路行其实时间上有哪足久的啦吼，啊终于成功了。原底是无人使用，只有生蚊仔的蚊仔馆成功改造了后，即马逐天有老大人来上课，嘛加减带动市场的生意。亲像安尼无咧使用的公共空间，伫高雄阁袂少。高山的中山国小学校已经伫5年前搬厝，旧的校舍将近5公顷。除了即阵有高山分局占大，其他拢无人使用，问题嘛介济。无人管理啦，啊草啊乌白花啦，甚至阁有讲迄个一寡树毒的啦，等等拢会去来遮产生足侪问题啊。伊个当是要做长照这方面的。规划要予遮周遭的老人来使用。市府已经向中央争取8000万的经费，因为之前已经有大同国小、甲高岩国小，甲无人使用的校舍改造日照中心的案例，唔呐公共空间通好再利用，嘛予在地的老大人会当得到更加好的照顾。记者陈嘉文、罗伟泽高雄报道。人讲台西顶一半，这个顶就是阿拉顶的顶，表示讲婚姻台西者有超过一半姓顶的乡亲，因的祖先是对阿拉伯台的穆斯林。海口故事屋透过一系列的伊斯兰文化展览甲活动，也佫举办野队，要予佫较侪在地人了解到因特殊的源头，咱做伙来看卖。
婚姻大小姐有超过半数的乡亲姓丁，因的祖先就是来自阿拉伯的穆斯林，为着要让愈侪人更加了解这段过去，也佮有认识伊斯兰教的文化。海口故事屋自旧年代开始，特嫁伫台湾定居20年的印度穆斯林穆哈德，做伙来开设展览，佮举办野队，带囡仔做伙来体验无同款的文化。阿拉伯人那个问我。然后我会跟他问好，这样伊斯兰教的文化跟精神。我有学到阿拉伯语说你好，我会很期待后面的课程。阿拉伯，阿拉伯，除了教这些囡仔阿拉伯的语言甲文字，还体验穿穆斯林的服装。穆哈德嘛透过真侪故事来传达友好父母、回馈社会的道理，也佮利用写字帮助这些囡仔培养专注力。一些故事就是让他们帮助我们的父母亲。帮助社会，我们是用射箭的方式，怎么专心射到我们的目标？觉得这个机会还蛮难得的，就近体验阿拉伯的文化。透过这三个月以来的伊斯兰文化展览，也有各种相关的活动，成功让愈侪在地人了解到家己的根源，也更加靠近台湾人甲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艺术要安怎教呢？新北市立美术馆筹备处自去年九月发起 STEAM 艺术教案计划，加艺术参数学、理工，甚至是电路棒、光影管理等等的知识结合智慧，希望学生伫无同款的领域，都能当感受到艺术的存在，也和艺术接近咱的生活。用光影来搬一出戏。也有将一般人禁忌的古纸、用叶夹纸、电路板的创作，透过不同领域的合作，和学生有多元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胡纸其实是宗教仪式里面的一个丧葬礼仪文化，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这个是很遥远的距离。那艺术家呢，透过剪纸带给孩子们有这样子传统的一个认识。那这件作品除了剪纸技艺之外，其实还融入了 STEAM 艺术，因为呢，这结合了灯 LED 灯，融入了自然领域的电路设计，然后以及艺术课程里面的剪纸技艺。新北市立美术馆筹备处自顶学期推出 STEAM 艺术教案计划，将科学、科技、工程、艺术、数学。做跨学科的整合教学，计划主持人王建宏校长表示，因为幼稚园一路开课到高中，建立系统性的课程，试教一学期，未来嘛，五望会使继续执行。大个阶段的囡仔所，伊的能力无同，所以伊的设计这个课程嘛无同吼，可能较低吼，幼稚园啊低年级的囡仔，可能是较佚佗吼，较游戏为主的，啊到高中可能伊就较融入较多的科技加一个化学的这个观念，啊拢有伫阮这个课程内底只。为夜市的小店啊，看出台湾的食品文化，用编织手工艺认识社区。透过课程，除了培养学生囡仔的在地认同，也要让因有跨文化概念。希望能融入我们新北市的一些在地的文化以及特色，然后能够结合我们艺术家进到校园里面，跟老师来共同备章的一个艺术教育的课程。那带领孩子们从认识在新北的在地的文化，然后能够透过艺术的方式来体验中生活中的美感。咱的身躯边有真侪民族记忆、生活文化。的计划希望透过艺术家的角度，带囡仔用不同的眼界和方法探索环境，同时培养对艺术的兴趣。记者杨淑晴、谢桂林、新北市报道。少年人所讲的 BL 是什么呢？ BL 就是 Boys Love， 这个文化是对日本漫画来的，是以女性的角度去幻想查甫人之间同性爱情。咱台湾要影音平台开钱制作 BL 戏剧，要加台湾本土的 BL 漫画内容搬上舞台。进场多点实名制 ，QR code 或者纸本都可以，填完之后来找我入场。一年一摆的台北国际动漫节，为着配合防疫，尊公的挂嘴暗强名节，为着现场的优惠，不论排队排偌久，民众也甘愿。其中今年上映版的漫画类型，就是 BL 男性之爱。对，就是这一部。如果30岁还是处男，似乎就能成为魔法师。就是他在串流平台上，目前就收视是最好的一部。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拍成真人版的电影上市。对小鹿漫画延伸出来的 BL 创作，讲的是画面水、剧情浪漫、往往超越现实的男性之爱。
去年有真侪改编 BL 漫画甲小说的戏出电影唱红起来，台湾原来有剧场制作团队看到 BL 的相机。是啊，而且。成立两年外制作公司，这回改编台湾漫画画家的作品。雨水是上天给大地的恩惠哦。剧情内底有土地公、骨头马面、甲风牙等等的元素，嘛因为你演出无偌济时间，赶紧排练。BL 这个市场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经济能力，这样，但就是台湾就比较少人去。有点像是涉入这一块这样。日本身为 BL 文化发源地，经过几廿十年发展，漫画衍生商品像小说、电动戏、剧等等，嘛进一步带动影视产业的发展。台湾虽然起步较晚，不过 BL 市场长期发展未来也值得期待。记者卢阿君、吴文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